苏曼河的背后必定不简单，凭他如何聪明，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将后宫弄得天翻地覆。而且我被你掳走，只有宫里的人知道，以冷傲天的个性一定会封锁消息。可为什么江湖上会有人追杀我？他们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如果我猜得没错，那个玉龙阁与苏曼河之间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聊什么呢？碧轩，这药得趁热。嗯，这药喝下去，碧轩的毒就能解了。不是吧你，我好像没得罪你，怎么一回来就这副臭脸吗？你身上的龙檀香是哪来的？这什么龙涎香？锦烨，你没事吧？这样一惊一乍会吓死人的。我问你，这一路你都遇到什么人了？有没有人跟你交手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找什么我自己找啊。糟糕，你被人跟踪了。师兄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万一不敌将我交出去，我不想连累你和锦烨。碧轩，你在说什么？就是死我也保你周全，放心。胡思乱想，有我在谁都不会出事。相信跟踪的人一会儿就到了，我们先进来躲一躲。锦烨，有你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还留了这手。主人，看来这里还是没人，真不知道这个洛锦烨到底有多少个小筑。我们来晚了，这碗药还透露着隐隐的温热，看来是刚走不久。给我搜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线索。许碧轩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她不是妖孽，是我的女儿。你为什么那么残忍？她也是你的女儿呀。回皇上，太后娘娘生前曾将皇上的尺寸告知奴婢，这校服亦是奴婢亲手缝制，绝不会有半点差池。是他？你认识他？在神医小筑跟我动手的就是他。碧轩，他是谁啊？功夫倒是不错，就是太损了，用这招跟踪我，还说什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才会让碧轩恨到彻骨。碧轩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此生不论生死，你注定是冷傲天一人的。许碧轩，我们走。冷傲天，你可知无论生死你也注定是我的。碧轩，他就是狗皇。锦烨，让我出去，我杀了他。师兄，我与他的仇怨绝不会假手于人，如果有一天他堕入万丈深渊，那推他之人必定是我。唯有此法能让我解脱，师兄你就成全我吧。碧轩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这是我活下来的唯一目的，师兄。碧轩，碧轩，抱他出去。碧轩，他怎么又晕倒了？不是吃了解药了吗？急火攻心，解药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，他心中的怒火便已经催动毒性蔓延。还好那个叫冷傲天的人走得快，若是再迟一些，碧轩的情况会更糟。该死的冷傲天，若不是碧轩拦着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他与你的武功相差无几，或许还更胜一筹，否则那节龙檀香也不会在这里出现。我想我有必要知道这个冷傲天到底做了什么。
此地不宜讲话，我们出去说。冷傲天是大蜀国的帝王，七年前太后一旨赐婚他与碧轩，但他心中已经有了另一女子叫苏曼和，所以他仇视碧轩。这七年来他不停地折磨和羞辱碧轩，这些年碧轩都默默承受，直到那个畜生杀了他与碧轩的孩子，才刚刚满月的孩子将碧轩打入冷宫。为了这朵圣洁的雪莲，我愿意堕落红尘。